近日网友爆出范冰冰的一组素颜照，女神瞬间变成村姑。范冰冰素颜的虽然是与平日有一些差别，但是至少还是拥有女星中难得的素颜美。近日网友爆出范冰冰的一组素颜照，成为了微博上最热门的搜索讨论话题。范冰冰素颜再度引起网络热议，很多粉丝看到照片后疯狂转发，直呼被范冰冰的素颜吓到了，女神瞬间变村姑。其实冰冰的素颜虽然不见了平时霸气的范爷的气场，但是却多了一份甜美气质。不知道众多网友们又是怎么看的呢？小编觉得范冰冰素颜虽然和平时差别比较大，但是至少拥有女星中难得的素颜美。